我蛮喜欢这件的，板子穿起来非常好看，很显瘦，而且这件感觉好像试洗就也是 OK 啊。刚刚好像应该推荐你看，它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带一点点鲑鱼色调，那种有点砖粉的感觉。它这边这个腰带是它布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绑在肚子上面，那看起来就很有腰身。宽松度就可以穿到身吗？保证可以穿到身好吗？穿两个双胞胎应该都是可以的。那材质的话是算是一种雪纺裤会有的那种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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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也是类似雪纺的那种花料，那种西装料那种雪纺的概念。对，有点薄的薄的西装料。那它的话是长袖，所以就可以把它卷起来。它长袖的，因为最近的天气忽冷忽热，我觉得每一天季节热都不一样。像昨天很冷，今天突然变热，就是长袖它变成说，如果你怕热是可以卷起来。那因为它算是薄的，在冷气薄，我觉得也是蛮 OK 的。这是谁？你看，而且这是散摆，麻烦你把摆给他们看一下。很散的，它布料是用很多的这样子，很散的。然后这是杏色，杏色就是会很温柔，这样杏色。它还有一个黑，